说到这首《片尾曲》，请亚伦来介绍一下吧。原来，这首歌是在描写剧中的男主角跟女主角很早知道的心态，就是原来他很在乎自己的这个蓝蝶飞这个角色，但他一直不知道，他也不愿意承认。一直到最后呢，他可能投向别人的怀抱的时候呢，他开始后悔，他开始知道这个女生在他身边的意义是多么重大。所以原来这首歌献给大家，是希望你们尽早发现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是多么的重要。不要太迟就对，不要太多遗憾，对不对？遗憾是不好的。所以挽不回来了，救不回来了。对，所以有爱就要表达出来，很重要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们也可以表达对于亚伦的爱意。这时候呢，让我们带来这一首片尾曲《原来》，欢迎亚伦，欢迎。会唱吗？心酸是这样的，原来无所谓难，原来看着你给他最动人的笑声，我自然经不得心不疼，还有谁比我更笨，对感情更没分寸，不敢想当初的我对你来说有多么残忍，你才会转身。如果我能早点承认等一下副歌的时候跟我一起说，这就是遗憾，原来不后悔难，原来我会羡慕他能让你笑得这么大声，我没有天分，承认对你依赖有多深，现在会